听你声音很想打哈欠的，啊，什么东西？我听你声音很想打哈欠。我声音想打哈欠。对，我听到你声音就很想打哈欠。啊，最近都这样你刚刚说我睡欸。醒，对啊。声音去哪调啊？语音辨识，嗯，你不是调到英格兰去了吗？没有啊，我原本还有什么啊？它有繁体中文、简体中文跟英文、西班牙语、土耳其。这个是吗？T R A D I 对对对，O N，这是繁体中文。繁体中文。对啊，那我应该用繁体还是简体我不知道，因为我都英文啊。啊？那个是繁体，旁边那个是简体。应用看看，我开台了。我知道，我在看呢、那为什么他没地方测试？真的哦，好烦哦。它不是有个地方没了啊，没了，那是改版就改到不见了啊。懒呢、欸。对啊，啊，没地方测试啦。九口说，番茄说要陪雷包打咯。我前几天想叫他陪我打咯，他都我也不知道没欸，看音吧？讯没了测试还是你进去看看，就测试看他会不会你力？啊？就是我你自己开一场进去，嗯然后看他会不会理你。嗯，你就调个简单的，然后一直可以疯狂讲话的。你说拿那个风铃盒？对啊，哎，浴室有通灵盒吗？有吧？我不知道好，哎，有吧？因为他一定要通灵盒才能够知道啊。困哦，哈哈，你睡啊，好啊，给你玩。一起睡啊！我想一起睡。对差小。凶啥？嗯，嗯，你最近感觉自己都快死为什么？了，哦，太累了。哎哎呦，呦喂，哎呀，欸，你来了，你先开房，我测试声音。哦，我好黑哦，你不怕？我好怕哦。给我个信号，欸，叉叉欸，有用欸，Give me a sign，也是叉叉欸，那到底是怎样？那你就讲到他回你啊！我没想到你会选这么大的地图。不是，那也要通灵盒啊，通灵板啊，会比较好啊，他会知道啊。我那时候有理我是因为有通灵板啊。啊，对呢，嗯，好像在互动欸，这假的那么嗨的吗？对啊，我附近听到声音欸，哎，对耶，哇塞，干嘛？你好强可是哦！这业余欸，业余就这么会动了，他不就是有了？你看哦，给我一个信号，欸，我靠腰，我还没讲完，他按叉，你在这里吗？你看，你看。它会一直显示叉欸，这有病吧？你看，我还没讲完欸，它会自动叉欸，靠腰，怎么办？有点恐怖哎、欸！这不是业余吗？我那么凶，你要玩什么模式？
业余啊，干嘛？他真的很凶哎、欸。你敏度调低一点，不是我按都没按呢、欸，我讲都没讲话哎、欸。他大听鬼，嗯。理智多少？100。白痴哦、喔，无敌时间，我怕什么？啊、哦，好亮，好亮！好啦，刺鬼了啦。哎、欸，我不知道哎、欸，通灵盒啊，来吧，番茄开好了吗？嗯，我已经开在厨房了。哦，好恐怖哦！惊惊啊！玉林，见鬼！电子，啊，还是很像，音讯，不是不是，PC 设置不是不是，其他语音辨识改成英文哦，吗？应用，返回多人，啊。哦，我是不是看到你调学校、啊？没有啊，还是我看错了？你看错了吧？完了，真的很累。你中午没有再躺回去睡了吗？嗯，有啊，我睡到7点啊，还是很累哦。累啊！啊、哦，我等状况好一点才敢开台啊。那我要拿什么？嗯，通灵盒啊。啊？我拿它干嘛？你在讲英文的、欸。然后你等下丢东西进去，我讲就好了。制造妖精，哎、欸，你怎么丢？哎、欸，有骨头，白色窗帘、这里，骨头在洗衣房，好像在这里哦，白色窗帘，不是啊，不是吗？我看是哎、欸。是哎，要讲话吗？三度，对，应该是。电风扇刚刚是开的耶。不是啊，它开灯就会开啦。看。是啊。哦。好啦，你讲话。Are you here? Give me a sign. Where are you? Are you here? Give me a sign. Are you here?Where are you? How old are you? Where are you? 理我吗？他不理我。终于轮到我了吗？可以啊，你试试看，在桌子上。Are you here? 我就把你们声音关掉了。Give me a sign. Give me a sign.哎、欸，插都不插、欸。Are you here？ 没有，不是我。暗影结束。好快。猜的啦。Give me a sign. How old are you? How old are you？ 阿昌 ，Where are you？Give me a sign. 不是。
哎、欸，先生。哦啊，登报了，击败。嗯。啊、破坏我们的灯。过分。烂呢、欸。烂鬼。太过分了吧？哎、欸，我没。没手电筒哎、欸，哭啊！有，那是灵球吗？还是外面飘下来的雪？雪啊！哦，外面飘下来的雪 ，OK。嗯，那边指纹是能拍哪里？窗户啊，窗户而已吗？嗯。什么证据都没有，真的。他好像换了吗？我几度啊？12度，9度，11度，感觉换了耶。多少？67。我看一下。有一张照片，他还在那边。他还在这边？有一张照片，两个人的照片。好像不是这里了，是这里。换两个人的，对啊，我的那个，对，是两个人还是两只狗啊？两个人，就一个照片里面有两个人叠在一起。哎，房间里那个间，房间里那间，你刚刚进去那间餐厅，我一直在餐厅晃。哦，对对对对，这个，他刚才看这个。哦，好吧，在这里。我刚刚一看到照妖镜，就看到番茄，关门了。先猎杀。哎，我死了。再见了，没有想。我也会。啊。哎。啊。哎，刚刚才60哎，为什么？意外的蛮高的。哎。什么证据都没有哎、欸！我再进去找吧。吃药，刚刚只有吃一个药了，才去看的。看来是你的粉丝呢。这是一只猫吗？哎、嗯欸，你先帮我丢十字架啦！你为什么不先丢十字架？我要把客厅的十字架拿过来用啊。你拿了吗？还没。手上是满的、啊，你骗子！我来了，十字架来了。欸、可是你有带照相机吗？有哎、欸。啊，我脚下。哎。嗯。Give me a sign. How old are you? How old are you? 好了，不要现身了。Where are you? 快拍，快拍，快拍！照相机已经丢了。为什么丢？好啦，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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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友刚刚死在这里。好可怕！我不行，好想吐哦。完了完了。我们太久没玩了。打又。对啊，太久没玩了，真的。我最近都在打 AR。我感觉出来，最近都在打 AR， 他战绩不错。哎呀，干嘛偷看我？哎呀，偷看。嗯，我怎么就被他踩眼了？嗯，你是鸾魂，你看到什么吗？
没有有啊。啊，轮回应该又至少有踩吃了，过恒温又啊。踩，有脚印。那是灵，也不是灵球吧？哎，他走那个运动感测器嘞。在哪可走？是运动感测，运动是感灵测器我球不是。吗？这灵球瞬间移动哎、欸。等下，你运动感受器放哪里？我好像放在客厅那边哦，对啊，客厅，客厅，他刚刚在这边走。所以是鸾魂吗？可是没有没有恒温刺啊，骨啊，对啊，也没有灵球啊。而现在是我走。这样变烂了、欸，我们。这么凶，会凶，提早猎杀的，干妖怪是不是啊？比如说我们刚刚没讲你刚话刚啊，讲话啊，我刚刚就有你讲在那话讲吗？话啊，你拿通灵人跟他讲话啊。哎，对，好像是哎，那就妖怪吧。可是没看到点阵啊，而点且他阵不灵在。球通灵盒啊，还有什么？我真的不知道我们刚刚看到是灵球还是血。血啊，因为我现在没看到灵球，灵球。灵球会飘的那个，你的摄影机是不是架太前面了啊？因为你是有灵球，有哈，哦，有哎、欸，你的摄影机是架在一半的位置，哎呦哈，灵球，妖怪，妖怪，反正我是先圈起来了。哎，通灵盒，来，敢不敢玩啊？我敢啊，小雨走喽。点我会阵。死，会喷呐、啊。好了，我去吧。哇，这你么听起来是简好单困啊。吗？死的好惨，我死的好惨哦。哎，到这个，哎，不对，这个。Give me a sign. I'll order 我 you, 点 order 阵，you. 看到点阵了。好了，结束了。结束了，谢谢各位，不要关门哦。所以是什么？妖点怪阵灵啊！球？那通灵盒是可能是你啊，因为你我们那时候在客厅问啊，对不对？哦。也可能是我，啊，问的人杀了我。啊，又是一个被通灵盒害死的事件。我关门了。啊，猜的啦。死得很美。雷魂，雷魂？为什哪么？来雷魂？刚刚有什么他定有玩制灯品？泡欸？不是，那跟那个无关啊。啊？灯泡是直接疯爆了？掉啊，雷魂是侦测到我们的那些啊，三 C 产品。哇，我心里释怀一点，至少你不是被我害死的。我很害死，不是，他只要有三 C 产品在互动就会。哎、欸，所以通灵盒也是有机好会烦的，哦！现在鬼怎么这么难搞？不是啊？雷魂版就那么难搞，只是他那时候我不知道他的特性是什么，就知道他是找猎鬼之后就知道，干好恐怖、喔。那些什么 ENF 啊，那个摄影机都会激怒他，只要是有电的东西都会。对啊。我刚刚在想说，你那时候是刚好真的是你讲完话的时候死掉，所以我才会撇出叫雷魂啊。啊，你先不要在钥匙上面放东西，我清一下我旁边的东西，这些脏脏的。你没说，我都不会想放。来吧，开始好了，放。我先拿，我可是先拿，我先现拿，在我就先很拿。想放。等下，钥匙不见，钥匙不见了。它掉地上了。拿走就不见了，你怎么了？听等到下，我没旁边有？有个黑黑的东西，好恶心哦！先把它擦掉。啊？你是说？你交到金子了吗？你要说啥？
没事。我叫你再讲一遍啊！有种再说一遍，再讲一次，又是照妖镜。来，阿鱼。来的。哎，厕所。这间。还是我们叫小鱼也玩另外一款。我拒绝过他了。他拒绝过我了、啊，他以为是另外一款游戏，就先拒绝我。可是听说玩过的说那一款没有比恐鬼镇恐怖、欸，真的不玩。拒绝。好吧。有一款是鬼会冲出来把人家打到地上的，那时候好像尤里斯有推我玩那一款，可是，可是什么？你讲话啊！没有，你刚不说可是？哦，其他两只僵尸好像不是很想玩。哦，我可以问一下我们第四个队友是谁吗？九口啊，九口啊，他刚刚就九口把我拉上来，他说回家还要用个东西才可以跟我们玩。好 ，Give me a sign。好 ，I'll打 you。你确定是这一间哦？确定。因为厕所有两间，有很多间呢。对，这间十二度。对啊。我这里啦，我这里啦，靠腰楼上啦。楼上厕所啊。嗯，走到底的那一间。你知道两间厕所是走到底的吗？什么？因为 B 啊。对不起，那个是我的错的。没事啊。度，这个不是地面赛。How old are you? Where are you? 地面赛。我现在手脚不协调。地面赛。下一位。好黑哦。我来照，照亮你的道路。地面赛。谢谢。Are you here? Are you here? 哎呦，什么声音？嗯，我关东西。哎呦，哎，你跟他对话。哦，我看到点阵了，救我！跟你跟他对话吗？啊，对耶。嗯，互动。Are you here？ 那他在玩门。Don't play the door. Where are you？ Are you here？ Are you friendly？ That's right. How old are you？ Are you here？ Goodbye.为什么我这里这灯灯就关了，明明开了。哦，你说一楼的？对啊。我刚不小心把它按掉了。人家没有手电筒会怕怕呢。我如果说我有随手关灯的习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好啊，我每次都随手关门，这人就这样。等一下。有点阵，有灵球。点阵灵球。厕所十字架已经拿上去了吗？我有拿上去了。你看你，他不是说随手关门、随手关灯，可以进去啊。等一下，我脚好痒，让我抓一下。好了，你不是拿十字架进去吗？没有，玩水，你不是好够水，很大。你不是你丢楼上了吗？那你丢一个够吗？这里还有一个啊。那我等下再跑一趟，因为我在丢第二本书。赚钱赚钱！你先把那个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点阵。哦，点阵哦。
对，点阵款快拿起来！被凶了？不是啊，就看不到、喔。那你点不太到、喔。先关灯，大哥，我在找脚印。不是我开的啊，他开的。哦，我们刚刚没动开关哎。哦，什么鬼会开灯？我不知道。什么鬼会开灯？雷魂啊！那就是他啦。雷魂另外证据是什么？另外一个证据。EMF。又在玩水了他，他不理他了。谁偷吃药？哇！不是25%。啊！天哪，我忍住不吃药，你居然！那我要进去里面跟鬼玩喽。好啊，好啊，好啊，把自己玩到死掉最好。哎、欸，刚刚玩水的，你有照吗？那个我不知道拍哪一个啊，那我先不拍了。我每次拍都说都拍空照片而已。你拍啊，好不好？你拍。他关掉了，他没拍。等一下，等一下。哦，我不拿照相机，你不要生气哦。啊，不生气了，别、yeah。嗯，没反应了。他没在动。还在这啊，没有换。刚看到灵球很快冲上去，是吗？为什么灵球可以冲那么快啊？不知道，是在活跃？没有啊，应该不是啊，完全不动哎、欸！番茄不用怕，它完全不动了。我没怕啊，我是在看着温度计。它跟死的没两样。嗯，它就死了要怎样？是你要给他玩蜡烛。我们还有什么任务啊？猎杀用圣木啊。十字架阻止鬼猎杀，他也不猎杀我。跟他讲话啊。拿 EF 跟他讲话。通灵盒啦。哦。Where are you？ 你好快乐哦。Give me a sign， 你快乐吗？Where are you？ 啊，好恶心啊，怎么办 ？Where are you？ How old are you？ Give me a sign。两只找猎鬼。Give me a sign。不想要不理我，连音乐都不想。可是他还在这，没错啊。没有，这只是鬼房，他有可能出去移动。我可以出去帮你看一下那个照妖镜，看一下帮你看一下他在哪裡、哦。那个麻烦圣职注意一下。我怎么可能注意？38%哎，看一下就零了哎、欸。哎、欸，那我先出去好不好？小于60%哎。这水关你关的吗？啊？嗯，对，你关，没事。小于。
他怎么十字架在地上？我叫番茄拿上去的，他不拿。哦，楼上的十字架连动都没动啊！哎、欸、，Hello， 你可以放走廊啊。嗯？啊，零，没有动静。哦，所以刚才他现身是吗？哎、欸，那个小鱼，麻烦你不要关门好不好？好，可以。我刚才听得出来是不是禁猎杀？真的假的？你听得出来？关门就禁猎杀，就听得到关门声啊。不是，我以为你说你听得出来是人关的门还是猎杀关的门。哦，听不出来、啊。或者说你那么厉害？听不出来，我哪那么厉害？哎、欸，真关了耶。没有啦，不知道怎么扣离子。哦，这边都是一大堆的蜡烛。哎、欸，对，那我远离蜡烛一点好了。你不是不怕蹲地干嘛？嗯，习惯性啊。一贯蹲在我裤子前面。哇，还记得屁屁。你好恶心哦。0.5。哎呀！是不是出来了？我怎么听到奇怪的声音？没有啊，门都没关。他有出来啊，刚刚。我什么都听不到，然后就只听到，还是刚刚有人走在草皮上。我在车上。然后那时候还推我买那个耳机的时候，像是耳机问题吧？应该是耳机问题。屁啦，那我这样听记录档应该听得到，都听不到啊。那任务一个都没解。十字架猎杀也没有，他又在动了。哎，十字猎杀有了，有了耶！ Yeah, 好，平均25。哦，现在平均多少啊，小鱼？哎、欸，过了，懂吗？哦，刚刚过的，太低了，现在31，没有，现在31。那才过，刚刚才过啊，就是刚刚一瞬间碰到，然后又升上去。没有啦，什么鬼啊？我猜就是那个 EF 的那个，就雷魂啊。我也觉得是 EF，因为我觉得 EF 最容易故障的东西了。也不是故障啦，它是有几率才五星的。哦，对，还是指纹？我们有会碰到指纹吗？因为没有，不可能是指纹啊。哦，因为你拍完的那个没有指纹。对啊，我拍了两三次门诶、欸。我觉得不是雷魂，不然就是那个妖怪，这两个其中一个而已。其实讲屁话哦，对吧？雷魂吧。我要拆雷魂。都玩。好了，我点好了。好了，我点好了。我也好了。啊！什么鬼？为什么是他耶？我是笔记，他也没写字啊！哦，我们两场都错了，烦呢！我们怎么了？什么鬼呀、啊？实力退步。不是哦，他啊，他也没有写字啊，能怪啊？可能有写啦，最后没上去而已。嗯，几点了？几点了？9:30啊？怎么？要关台？10点谋猎人啊？不，9点了。
没有，日本时间9点吗？台湾的时间是10点，现在还哦，在那个等待室。你要网址吗？不用啊。哦，哦，不能听声音啊，洗雷环。你可以戴耳，你可以另外戴蓝牙耳机接那个。没有哎、欸，哎、欸，没有那么高级的东西。通灵盒，不，塔罗牌。我没看电闸的位置，地下室哦。哦，车库门是开的哦，车库对啦，啊。洗衣房。好，没有。客厅1.6哎，我还没开，我还没开，开了。2度。刚开而已。好，那我再等一下。3.9，5.6，再上升一点，5.5，3.9。我只听到地下室有声音。小骨头。这也不是地下室。几度了？下雨。4.9，走喽，你那边喽。不是啊，4.4，4.1是吗？先丢一个就跑完。我理智是不是最低的就知道了？看一下，今天我是赛，十级，刚刚有十级耶，How old are you？好 old are you？是繁星最低OK 啊，耶，跟不你是说，我最低耶，不是我那边呢。我最低，对，你最低。Where are you？我刚今天刚，赛。我刚在哪？到处晃，到处找骨头，找不到，不是客厅。不是客厅，我刚刚不是客厅，有去那个啦，车库。楼上嘞！哦呦喂，妈咪呀、哎，那个小太阳，如果你敢进来吓我，我就马上跳 game，我就会吓死。你不要我跟你讲，闹我直了，接叫你来玩这款游戏，不要每次进来不要喂这样闹子了，哦，妈鸡，你不要进来，我把这你边抓进请来玩客，哦。把你抓出去打哦。叫你本名了哦，真的直接叫一本名，他会生气，他会气死。嗯，我关门的，这橱柜有声音耶，是真的吗？还是我耳包？哪里在几楼？2楼啊，2楼橱柜，2楼都很高啊。哪一个橱柜啊？没有啊，这没闭耶。完了，完蛋了，还是我踩到地板的声音。楼梯的声音吧？完了，我们耳朵了。你在1楼找找看啊？诶、欸？等等，有吗？没有。都很高，烂哦！番茄好低，番茄58。我刚那吃药了，我先回去哇，你吃。刚吃药了？对啊，完呢？在我这，哪边？钢琴，互动，它在玻璃这，车库，车库哦。嗯。那哦，个负度，复度，我叫复度。就负点七啊！哦，看到了，好诶，终于哦，
我们最近多久没玩了？太久没玩了。不是啊，不改版。而且都已经不怕了，哇，好扯哦！有什么好可以玩帮我的？用一下我的那个吗？那个，电视器，它好像在叫奇怪的东西，那个架子是什么？好好，这个谢角谢度谢可谢，以吗？可以，谢谢谢谢。你没有讲话哦。对。后面还在这吗？没十字架，挡不了。是人吗？没有啦。我有看到十字架吗？没有欸。对，哦。Are you here? Where are you? Are you friendly? 哦，好欸，好欸，好欸，我要玩，我要玩，去玩，我被他吓死了。通灵盒。Are you here? 怪物。Are you here? 还有什么？Are you 地面 family？上，阿姨，你可以跟他说，How old are you? Give me a sign. 等等，啊，狂踩！赚钱了。通你为灵什么盒，不进去陪他？没有在看有啥还要找哪几个证据啊？笔记、灵球，哎，这个东西好问。，EAF，指纹。克洛伊吗？笔记的话就是克洛伊了。克洛伊写字。没等一指下，纹。这边指纹会在橱柜上，对吧？没有指纹。先生吗？先生，你有拍到吗？没有，互互动动。而已。五级。好，走五级，喽。好诶。五级是啥？软文 OK，10级，吓死吗？通知看门有没有关的？暖魂，他们经常与环境互动，没有啊？有啊，有啊。有啊，你又不窗在户里那个面。除外，哦，看一下，地狱25，成功逃脱猎杀，猎杀使用圣木，还要进去吗？不知道。你到家了，先洗澡。我估计10点半了。可是他还没吃东西，对啊，我就说他估计估十计要点十半点啊。半。对啊。走啊。走喽。没吃药。我没有啊，我没没有吃啊。过。没吃药。鬼你师听兄。错了吧？哦，有哎，环境。对吧？那个、啊，
好高哦，他好活跃哦。我从监视器可以看到你们在里面吐烟呢、欸。哦，这也没问题吗？里面多冷。啊，没了，被骗了，骗脚了。刚刚想说，为什么监视器看起来那么恐怖？你们在那边，就是那柜子会有东西移动来移动去的。猎杀的时候跟我们讲一下哦。我会。为什么我们会打？哦，软魂。哎、欸，猎人。哎、欸，关门了一声。唱歌了、欸，猎人吧。猎人。哎、欸。你点了吗？没有，我现在点有用吗？我在柜子里面。没有，他应该不在这个房间里面。啊，什么意思？我才，又来了，他画面又在动了。唱得很开心。对啊。快乐唱歌。结束了。任务好了吗？还没。还没。嗯，你吓到我，你知道吗？不是，我想开门呐、啊。嗯，那是什么声音？嗯，抽牌啊。对，也可以抽牌啊、哦，干。靠腰。100。没事，我们任务完成了。哦，那小鱼跟你玩。我高赞塔少女。来复活！哎呦，太阳，愚者，太阳，怎样？没事，那个死神是什么 ？Death， 好像把鬼困在他的房间一分钟吧。哦，那么好吗？好像是啊，忘记了。高塔。哎呦，这次只抽到一张高塔、欸，然后都是太阳、月亮的那个。我刚刚抽到两个高塔。哦，好吧，你帮我的，我们好满哦、喔！天哪、啊！天哪、啊！天哪、啊！好啦，好啦，啊，关台啦！好啦，关台啦！关台啦！飞电越来越脏了，清不掉哦。什么？嗯？什么越来越脏？我的飞电啊！哦，飞电。我钱那么少，任务少两个，照片没拍满。啊，而且照片有几个也是异性的，还怪我？我没有，那很怪你哦，都误会我。还怪我一心五盲的啊！还敢怪人？我是恶心吗？啊！我去上个厕所跟我。恶心哦！哦，还至少恶心吧。我去个厕所。啊，在那之前，赶紧出来。先拿一，先拿钥匙。先拿钥匙，我不想回来看到那个东西，上面东西有一大堆。手真的。是我的错。你看他的手又很亮。对耶，这贴是屎耶！好好笑，很小鲜肉。小鲜，你还说他吗？
哎呦，哦，二楼的。对呀，嗯，扔东西吧。我等啊，我在等。他动了。嗯，我回来了。所以在哪里啊？姐姐，二楼。你饿了在吗？等我。对吧？哇，这么感动。你怎么东西都扔一扔的？对。二楼上去右转，走到底。好塔冷罗哦，我。牌。来了，谢谢。哎。什么声音？我撞到门，哎，这也可以躲的意思吗？这有几个箱子你躲躲看哎。嘿 欸，干嘛这样？啊！哦，你躲躲看啊！我问你行啊？别了。谁开怎门？么一直有人关门的声音啊？好大声哦！不是门口开门，旁边3.7，我叫门一点口。四。就是我们进来左哦，边这个客厅，那叫大门，大门左手边，左边真的是这哦，刚塔罗牌在这哎，应该是我丢的，你不要拍照。嗯，有什么？我听那得个出罐子声音是了我吧？丢的，哦。地哎、欸，面所以这个三，摄影机很有可能可以哎、欸，看得到、五级，欸。How old are you? 五级，五级，五级，Where are you? 指纹，Where are...、啊、这么快？Where are you? 五级指纹，Give me a sign. 指纹，不用四通灵盒了，先生。哎、欸，韩文，好，测完了，好，回都家。我测去。的，哈哈哈哈哈，看一下我哦，说采吧，烟，语爽，音。未区域使用圣木，成功逃五脱猎韩杀。文。指纹，哎、欸，环境好棒、哼、嗯，你最棒了！撒盐，撒盐，然后对照相你的机。思念，我、哦、靠哎呦，腰啊！先生，不是啦，我来不及拍他啦！哎呀，刚，我还想说，难刚。得来信被吓。刚才不是啊，刚好切掉哦。诶、欸，他生的地方刚刚是在大厅哦，楼梯三个口楼梯口，哦。对，这个楼梯口，这里啊。
去烧了，我烧啊！这寂寞。有烧到吗？感觉没有烧到，我天哪，我好烂哦！我还是交给别人来烧好。哦，完全没动静了。这个你要不要烧烧看？我刚刚烧不成功。哦，这次啊，怎么完全没动静？他真的不动啊？很久。哎，有嘞。自己，哎，还真久哎。没烧到，但是你们还没烧。那你怎么没烧？我没有拿。第二有彩岩了。有。地上有那个生，有我丢那个生木跟那个。我拿起来了。因为我刚刚烧不到，烧过一次我烧不到，我就换别人烧。那我烧了。嗯。我从楼梯下面走下来，应该会烧到他吧？不知道。被烧到了，有了，你好棒啊！耶！嘿嘿。啊，我刚才多想进了。哦，这里啊，呀，这是鬼也太安静了吧？然后完全没动静啊。对啊，他不动。已经拍完了，你要拍什么？告诉我嘛。拍你啊，来下一个。要休息了，好，晚安。我也差不多了。啊，不是怕，啊，是累耶，来吧，休息吧。等一下，我学好了，学好了距离。你怎么100趴？你怎么那么高？对。小鱼啊。那个嗑药100，我没有嗑药啊，我怎么可能100？八十几。哦，不是啊，我一进去你就说所有东西我都做好了。那谁知道刚刚马上测到指纹跟五，然后只转个头又带土眼，谁会知道？再也不出门口，在车上隔离。不要了。欸，玩到睡着记得叫我起床。好的。哦。要故意把耳机拿下来，然后手机关，来床上。好，直播三个人在睡觉。里面有很多床，这张地图。他想跟你睡。我想跟你吧。同一间。你看，他说要跟小鱼同一间，哦。他说是你吧？嗯，哪里呀、啊？地下室。哎、欸，开始了耶。咦，
八音盒好像八音盒找鬼了。我不敢。仔细想想，我们八音盒是不是很少用过？啊，就只是要拍鬼照片跟互动用的。好，我跟 Joker 睡，决定了。我想怎么有回音呢？你是在厕所玩手机是不是，女人？我？没有你啦，有那个他不在洗澡。我关什么门？楼上欸，在那个厨房这里而已。我刚刚好像瞄到他了。他刚刚站在这边。Where are you? Are you here? How are you? Are you here? 我不玩了，换别人。Are you here? 你在这里吗？Are you here?Give me a sign. No. 哎，这样打雷而已啊。我听见下雨的声音。可怕。温度计有丢地上吗？有，在门口的地上。我去你的！不要那么凶。坏嘞。这样不乖。好冻哦！好冻！嗯，敢在我面前现身，你就死定了。解了一个任务了耶！哪一个、啊？见证第一世界。我刚刚看到他。啊什么？没事。托尼有测试了吗？你试试看啊。Give me a sign. How old are you? Where are you? Where are you? Give me a sign. 啊，不理我。啥证据都没有啊。Give me a sign. How are you?Where are you？ 烂了、喔，你说很活跃，可是他完全不理我们呢。对啊，没有，他现在不动。哎、欸，现在有点动，二级现在。嗯，我觉得不是这哎、欸。你怎么想？知道，还是换？他有可能换的吗？我来看看喽。哦。拿了什么？
房间啦，里面房间啦，零点零点四，他可能想睡觉，所以改到房间了。哦，是哦。哦，七耶，七级哦。哪边？左边还是右边的？右边。五十了，低于五十了。嗯 ，OK。玩一下痛一口。Give me a sign. How old are you? Where are you? Where are you?、哦、今天鬼都不想跟我讲话，我都那么讨厌哦。我已经两个月没跟我讲话了。鬼刚刚才跟我讲完话，可以帮我把摄影机拿过去吗？不行，我去吃饭吗？要吃药吗？到地狱25哎！非得要死人就对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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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我不要，随便你吃，我只是提醒你们一下。非得要人死就对了。没有，有还有灵球，就是这个意思。有灵球。是这个意思。然后冲回去吃个药，继续找证据啊！低于25%，快吃快吃，可以低啊！快吃啊！起啦！不扇你嘴巴你，快吃！哇，亲自喂，这个福利！我亲自喂，你来啊！对，哦，你吃了，好，等一下。我吃了跟没吃一样啊！天啊！小鱼，要不要先进去测试一下透明盒？好，透明盒在里面。他不跟我对话，有办法？他也不跟我对话啊，他可能就喜欢你吧。不太好哦。Where are you? Are you here? Give me a sign. Where are you? How are you? 先出去。Where are you? Are you here? Are you friendly? Where are you? 他不理我啊。完蛋，又是什么都没有的证，什么证据都没有的场，只有一个。哎、欸，干嘛？哎、欸，啥小啊？哎、欸，现在鬼会自己开电脑了，会啊，有指纹哎、欸，指纹在电脑上。拍拍拍拍拍脚印，我帮你拿。哎，这里这里，哦，床上床上还有。天哪、啊，这个是半透明的。床还有，你还有吗？哪里？床啊。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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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没了，我没了。哎、欸，点阵，指纹点阵，灵球啊！指纹点阵，灵球出来啊！你要，呜呼，好惨啊！我第一次看到鬼会开电脑、欸，而且电指纹在电脑上。你看的不够多、欸。他也在打 AR 吧？鬼父近死中圣母跟李治第25，你在干嘛？点了吗？嗯？是什么？那个圣木点了。OK。
好，剩下25%了，我要躲里面了。你不好奇我在这吗？嗯，东西，我看到你啊，怎么了？好奇我为什么会在这吗？因为我理智80几。不会好奇啊？嗯，怎么会好奇？台风了，有今天你香港啊，下了，今天香港下了一整天的雨，好扯。哎，这林业女妖吗？你呀，喵，喵，女娲晚安。我看到奶奶今天开启了重围阵。什么？我奶奶啊。开什么？恐鬼症啊，哦，恐鬼症，首次游玩恐鬼症。华为。啊，哦，原来是游戏内的下雨声哦！我想说，奇怪，在下雨了。好久。好想开台，没办法，太累了。很强，没办法跟他们玩。哎，最各近非位，二常十忙七、碌。28了。25了。哦，他关门关是不是？门了。猎杀。等一下，这是猎杀，还是有人在玩门？小鱼出来啊！出来了吗？你出来啦！叫你出来啊！哪个大嘞？哦，知道吗？这一走。趟那么多钱吧，我们照片都拍满，都是三星的，而且我们又捡完3个任务。210吧，215。毕竟没有拍到鬼。哦。欸，他没猎杀过，是我们十字架挡到的意思吗？我去一下楼下哦。哎，谁进来了？Joko 吗？哎，Joko，有。那我等你进来。一样 US 吗？嗯。可以去厕所吗？不可以，啊，不你要跟我一起去，要啦，跟我去一下。好，那你先，你你先先，去。你先不要闹，先来。现在准备吧，小鱼还在吗？想去厕所呀？哦，好吧。
结束了，有说明天可以更新，可是没说几点。嗯，中午吧。我明天应该可以跟啊，因为我隔壁那边应该退掉了。没了吗？啊？没了。没有啦，我退掉了。嗯。怕我的体力又怪怪的，就是玩太多人互动的东西，反而会觉得可能会太强。我先去楼下确认一下工作的事啊。嗯，就像玩明天他们要玩 GMO 的，然后我是怕说我当鬼的时候会太强，我都看不懂看不到。我被吸啊！要死掉！好，我们先搬东西吧。先帮东西挡住钥匙、欸，钥匙不见啦、啊欸！我的猫，我不会开的，開我不会开门，我不会开门。那个门、欸？可是门开了，是我按的还是你们按的？嗯，没差了，不要开门点左键呐、啊。啊，木门是拉，然后开木门，头发好长。哎、啊，你还没剪吗？没有。哇塞，你头发应该长到可以碰地板了吧？哦，差不多了。那天就是送我堂哥去那个火葬的时候，然后就是长辈都说：“你这什么发型啦？”剪一剪，修一修啦，但是流动。你在说下趴吗？嗯，没办法，他们观念太古板，就想回阿嬷都没有讲话，你们讲什么？哦，所以你跟阿嬷一起住哦？没有啊，我们是在阿嬷家集合。哦，我以为你跟阿嬷一起住。就口是忘记要干嘛了。对，我有拿东西去丢，但我好像都乱拿。没事啊。可以了，哦、对了，手电筒。好了，拿了这些都给你了，我们在车上等你了。对，没错。等一下，不好吧？你们都在车上等我，不好吧？我会不好意思啊，不会啊，不会、啊。我看你怎么。干嘛啦？没事。怎么了？没有。这里有病哎！开门开一半，给关起来。哎、欸，摇椅，摇椅哎！那就在客厅那边。等太久了。这么嗨？可是它没有动啊，活动强度为零。有滴滴滴耶！哎、欸，有啦，在这里啊。你吗？摇椅啊。对，我说你吗？我要放这喽。放啊放啊放啊！哎、欸，我带了这个纸进来。好，做失误。电闸在哪里啊？开完单了，解开了。阿且有骨头不会讲哦。啊，有骨头吗？带电我眼瞎了。你要带什么？带什么？你都带什么？你就带什么。盐巴，确定是这件吗？确定，一点一。好，那你带盐巴、荧光棒，我都丢地上了。然后相机，你就在那边拍。去找。灯在哪里啊？哦，在这里。平面赛。好，我来又。指纹，指纹。来啊又。来啊又。嗯。平面赛。他往隔壁
隔壁好像古人房的门那个吧，门。那个什么，孤独娃娃还是什么 ？Are you here? Give me a sign. Are you here? Give me a sign. Are you here? 他不回我了。没事，今天鬼子回小鱼而已。不要！他刚刚有叉叉，可是后来又没了。为什么这里红红哦？那个听众感觉听众感觉，我看到了。好了，我来了，我来了。拍完了，拍完了。嗯。哎，运动感觉器又走到了他。好黑哦。你妈撒完了吗？没有撒。没有什么撒。因为刚刚我只有拿进去丢。Where are you? Are you here? Are you close? Give me a sign. 八级耶！哦，走路那么大声，那个啊，巨灵还是什么？哎，你们任务全部解完了耶！这次任务很简单啊，所以现在找证据就好了。好了，拍完了，你都拍完了。我们只有指纹哦。嗯。Give me a sign. How old are you? Where are you? 关门了。Give me a sign. How old are you? 我急。我想放歪歪，我的手电筒不见了。门口有个手电筒是你的吗？好像是，谢谢。不客气。先生，你好。嗯，我好先生吧，刚刚好像有红一下。有先生。有粉丝。过来。他比较常出现在。摇椅后面那个门哦、喔，就九口那边。后面什么？对他，因为我是不是圈圈挡到重叠了？对，没错，无敌重叠。这样嘞？无敌重叠，还在重？嗯。什么？小玉，你这样看得到这个远方的点阵吗？还在重叠。再说一次，对不起。远方的点阵看得到吗？你看到我这边点阵吗？看不太到，那我拉近一点哦。哦，可以了，就可。抱歉，请问哦，指纹而已哦。啊，那打另外一张，是不是？连零球都没有，是不是？没有。那写个字吧。你们要不要回车上看是不是玉璃？对啊。可以帮我关那边灯吗？顺手门口的那个灯，谢谢。我关了，出来。原来在旁边哦。对。嗯。真的，我限制有够低的，谢谢。
可以关灯吗，阿奇？嗯，我的。哦，他不动了耶。韩温没有，我记得有一只鬼，我们应该把丽莎手心成个大，陈陈安安，骚灵不可能啊，没有丢东西，骚灵是丢的还是云子丢的？骚灵，他丢。啊，怎么有夜跟通灵盒啊？有吗？都没有，都不对。没有。安静。我进去了。走吧。开门声啊！刚刚我关灯，我关灯。我想说，他开门比较好照。他是不是幻影？嗯，还是谁？哎，六子是什么？幻妖，幻妖。哦，幻妖。没幻妖哎、欸，那我拿这个吗？他现在又不在这里了。我对啊，我在找。十点二，嗯，九点。好像真的晚了、欸。隔壁这间，隔壁这间。啊！关门喽！跑跑跑跑跑！可怕！不怕不怕，没事没事。你妹妹出院了，你去陪她。上楼了，完蛋了，应该是我。好了，你没事吧？没事，结束结束结束。没事没事，可是开门开门回来，我发现有更大的问题。你手电筒扔了。没错，我在哪里？在楼下，在楼下，在楼下，在楼下。这是我的。帮你开灯啊！你在哪？我在二楼，我在东撞西撞，救命！你会啊 ？You？ 你不会跑到仓库里面去吧？白痴都这里了，对对对你乖一点。哎呦，地呢？哎，隔壁那一间啦，隔壁这一间。哦，你说的那间吗？对啊，这间。哦，我刚刚把圣木丢掉了。0.5，对吧？好、哦，等一下，我这里放一个，我要去把那个拿走了。里面的谁开的、啊？嗯，我不知道他开的。阿盖，又来了吗？没有吧？信息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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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开的门开的，哈哈哈哈，好惨，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了，你从那边走过来吓到我，我认识自己啊，我想说为什么有人在动。一度。所
所以是换鬼房了吗？对啊，换卧室。哎别，那你们可以借我个地面三有洞的，哎呦哎。Okay. Are you here? 二级。Give me a sign. 好像不是我哎。Are you here? Give me a sign. 然后我试试看吗？啊啊！丢东西。Give me a sign. How old are you? Where are you? 还有一瓶药，谁要吃？Give me a sign. 我繁星跟 Joker 都零了。Give me a sign, please. Where are you? 你吃吧，你去吃，你去吃。哇！你去吃。哇！其实谁吃都没差。对啊。要人走出来。你们一人一半吧。嘿嘿嘿，好诶。我头马头，我不敢进去。怎么了？我手上拿的是木。哎，十字架烧一次了，里面呢？嗯，没有，剩在里面而已啊。哎，门关了，门关了，门关了。先生，阿马头不是，猎杀了。我扔了，你把灯关掉。完了，不是大家来了。没有，没事。天啊，我看到你的来了来了，等一下，我还有看到你的他在客厅跑，我们知道，他们看到人了，哎、欸，结束了，哎、欸，结束了，快出来，干嘛出去？不解了，快点，随便猜一个，哦、快走、哦，你们两个都很低。我保护到你也就扣，有感觉到了吗？你说待在我后面没有 shift 吗？没有，我把你丢圣木哦，对贡献你们都看不到，难过。这有什么、啊？我好感动、哦。没有啊，都没有啊。没有灵球，没有冷冷冷冷。灵球我们丢那么多个，哎、欸，点阵、欸、点阵御灵啦。真的很烦呢、欸。慢出现了。为什么是玉林？哪一个？点阵了，刚刚。嗯。啊，玉林的证据是什么？你来看。指纹就是没有人在里面。啊？啊，我们刚刚看怎么没有 ？EMF 指纹不知道。好啦，那就他吧。EMF 刚刚是不是有响？没有响，对对对，一定都会响啊！四五级都是运气五级的 啊。因为没有丢大量物，哎，御灵石吗？我忘了，没有哎、欸。丢大量物品不是烧灵，忘了，好久没玩。是御灵啦，我用是玩呢。鸡掰耶！你好凶，宝贝。我还有什么东西没玩？什么房间没有玩？三层楼的那一个。为什么我才200多等？我以为已经300多不等。有一天你没玩啊？有一天是带着那个尤里。尤里。哦。跟妹子玩，好诶。妹子玩，闹着玩。好，头马头。好。为什么在打电脑？下面这个很像 DHL 的提单诶，我以为你看。嗯。欸，对。很像吧，因为他一岁，就跟我的玻璃心一样，跟我一样。那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啊？一些魔法书之类的吧。魔法书。你在看什么？进去啊！嗯嘞。嗯。
在干嘛？店长在三楼，好高哦！我不要过去，而且那不是我的工作。你想换工作了吗？要啊，要换工作了。我做到八月底我就离职了。你是说他吗？我啦。你真的假的？嗯。那换谁做？换不知道，没轮做。哦。做了，好累哦。时间很不友善呢。创业啊，没办法，自己当老板呢。而且都没什么赚钱。朗月安安哦，那肯定疫情这样。都明白了。放心，快去撤。撤哪里？开灯了。通灵板啊。啊，那你陪我啊。来啊。那突然 A 一笑，想干我屁？哦，你是说我讲话是不是？我说你。对。为什么有人在笑？谁在笑？哦，没事，我这边的人。很恐怖哎、欸。哇，超可怕的。哇，超可怕的。要问什么？要问什么？你几岁？怎么问？我开灯了，我开灯了。啊？你在哪里啊？我这里啊。哦。How old are you? How old are you? 妈头吓死了、欸！可以哎、欸，我有什么话可以？Goodbye， 我调不到我的灵敏度哎、欸，救命、喔！哎、欸，啊你不哦，不要问好了，可以、欸，英文可以哎、欸，那一定可以的，你英文那么棒，好呀、喔！哇！52岁，这样老，还行吧，我快到了、欸。哇，还真的是差几十，有点久哎、欸，快到了。在哪里？嗯，三楼也没有，平平无奇。嗯，这间没人看过，没有啊，看过门都开开啊。啊，为什么？我把门关起来了呢。为什么要再关？为什么要关门？哈？不是习惯要关门哦、喔。我怎么听刚刚你们在那边？不是不是，因为刚刚是已经找到鬼了，然后把门关起来，他打开就会知道。因为鬼很少会关门啊，他只会微微动。这里啦，门口第一间啦。哇，又是在这里哦。-1.7啦，我进去就吐烟了啦。啊，那是不是又5级啊？你测一下。我一进去就直接吹出来，直接给你那个寒冷。对啊，直接测试给我看好了，这里啦，冷冷啦。我那我去找。怎么了？没有啊，好吗？都还没有，骨头都还没有找到啊。我看大家会不会比较不容易收到笑声？我把麦克风转一个方向来收。为什么？你是不是有女生在旁边啊？我姐的房间在旁边啊。不是啊，啊这个月份之前都没有啊。啊？不是啊，因为是啊，家里有客人啊，谈恋爱了，没有啊，哦，花姐谈恋爱了，我没有啊，花姐啦，等一下，我了，巧哎、欸，等一下什么？你到底要等一下什么？你讲啊，讲一半，有灵球 ，Are you here？ 有韩文呢、欸，不要关门了，关我们，有韩文呢、欸，你要确定？我有听到，我有听到，我有听到，不要关我们，听你的善 ，Are you here？哦，你先试。你先，等你，我要出去了。讲话，我黑黑的。讲好，给面善，给面善。我就卡痰，不是卡痰了。Where are you？ 哦 ，Where are you？ 给面善，给面善。Where are you？ 哎，找一个点阵吗？点阵，哦，对，另外一个点阵在里面。里面？是点阵吗？哦，没有装点阵。
没有中文点阵，什么是中文点阵？没有装的点阵。那为什么不知道？两这边一个啦，这装。这房间很大间呢、欸，不装啊。我说说而已。哦，我听你的。哇塞！你说的都对。对，你说的都对。吵架，必胜金句。你说的都对，都跟你说就好啦。哎、欸，对不起，我错了。哪里？这里门上。哎、欸，是不是点阵？大家没注意、啊，有指纹，有哎、欸，看韩文就没有点阵了呢。可是灵球的话是那个哦。我说有指纹跟韩文就没有点阵了。哦，温柔一点啊，不要那么凶。最近那可能我没有很凶、啊，最近我很容易受到伤害。指纹、韩文跟灵球。灵球，哦、我妈头不是说有指纹？为什么在隔壁吵？哎、欸，为什么？繁星，我跟你的理智好低。头妈到底偷吃药、哦？没错，哎、欸，有没有二十五趴？我刚没有注意到，有哎、欸，有啊。操你哥嘞！头妈头。没事啊，专家，我在里面多待一会儿嘛。哎、欸，阻止猎杀，救命！进啊，进去啊。没有，看一下。所以都找到了吗？还是？还少一个、啊。下一个。你说撇除泥魂的话吗？指纹、韩文啊？现在只有对啊？为什么这么黑啊？通灵盒啊，去试试看好了。就在外面玩？不是啊，为什么这么黑？哦，你们关的、哦。我的通灵盒嘞？地板上吗？找到了。Are you here?Give me a sign. 推我蜡烛。Are you here? 让我发大财。Give me a money. Are you here? 你有听到一直啊声音？他回我了，回我了。嗯，谁？灵魂。嘿，烂东西。被关门了。没有。哦。哇。没有啦。你真的很幽默。他说关门那一瞬间，我想说，我好像被门推出来，我想说鬼直接把我关出去了。结果是繁星关的门。我好皮哦，谁啊？对啊，谁啊？哦，去找宝商店，把你给多了。阿弥陀商店。阿弥陀，我说我要找躲藏点。阿弥陀，躲藏点在哪里？难道我现在觉得我也很强哎、欸，酷、喔！你看，收到了吗？对啊，你看都收到了。哦，烦哦，没事啦。哎，这个吊起来的是什么？你往头顶看。那个啊，捕虫子的啊。你看上面有多虫啊？哦、oh. oh. ，在哪里啊？虫子吗？不是啦。哇，好可怕！你家这么多妹子不揪？奇诺比奥，你意思说不要来我家吗？不好吧？哎、欸，他嫌弃你啊，揪。你们进哎。对啊。哦，没有，我现在开始让我。不欲来，我们来躲这里。啊，车库，哦，假车库、啊，我一定要吗？那我就翻过这里，我要出去了。哎呀，不是啊，我理智一定很低啊。也是啊。哎、欸，有个空的照片。我想要有互动，拍下去没了。啊。哦，根本不用躲，我零趴，我躲屁啊，对不对？所以现在是我最高喽。嗯，小玉。小，你们两个加起来还没有小鱼多。你等一下我出去拿个圣木好了，不行，万一好啦不行啊，我们有个任务要点燃圣木，搞不好也可以解一下。好啦你快点呐、啊，走那么慢。一下啊，你这只角色就体力低没？点体力啊，点跑速啊。等等，我可以点一下。不对，小鱼你回来干嘛？你回来干嘛？他
不是，我没叫你回来啊，你是叫我回来。我是说，九口跟 Tomato 加起来没有小鱼多，我们三个加起来都还没有你多哎、欸，这样可以吗？第三吗？司机，司机。哎呀，还好我出来了。干！我刚在里面躲了。干、欸，垃圾！你垃圾、欸，听到没有？九口在里面呢、欸，你抛弃了他哎、欸。没事，应该是我死了。哎、欸、哎。欸输了，你躲哪里？我他刚进去，剛進他刚走进去，可能就撞到他的脸。我不管了，我要出去了。我刚进去就遇到猎杀，感谢感谢。啊，请问你的圣你的圣木嘞？圣木没烧吗？我点了，看有啦有啦，你有烧啦。啊，只是你怎么死的？有了，东撞西撞，不知道撞到哪边。你。在撞啊，在撞啊，在晕啊！我就没办法，然后关着手电筒可以才可以看得到路。你从哪里走进去？你从正门口啊、哦？就躲在这旁边。那在你隔壁，你敢走正门口？你想都没那么快吗？你就看到小鱼走回来了，天啊！哎、欸，就回来了。而且我是从、啊，而且我是从侧门进去的，我不是从正门进去的，因为我知道他在门口。我从那个侧房那边那么进去的，嗯，躲了，做人刚刚也躲在侧房，可是那好大声哦、喔！至少我帮你们完成一个任务，是两个，因为旅行区死掉之后，我们就等于地狱25了。好赚！哦，对啊，我帮。这样你就不用进来扣理智了呢，哇、wow ！真的耶，你好棒哦！哇、wow ！啊，早点这样干不是很好？对啊，早点去死不是很好吗？超过分！小鱼叫我早点去死，呜呜！你是为了我去死？那我们可以玩一场大地图吗？嗯，太快了。不然你就说你要带啊，带我。你选的你要带啊。不要。带我飞。Go go！ 哎呀，错了 ，Go go！ Go go！ Go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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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Go go！哎呦，嗯，干嘛？看你看到谁口腔了？你的。请问一下，我今天刷牙刷的干净吗？有点臭。有点臭。你拿紫光照他的牙齿，看有没有牙菌斑呢？哎、欸，我拿错了。因为你是不是还没刷牙？没有刷了，来照一下。啊，他说没有刷牙 ，OK。哈哈。拿温度计量他的牙齿。不是照妖镜，也不是塔罗牌。塔罗牌吗？没有，那时候都不是。塔罗牌什么？那是什么？什么什么？你电脑开了吗？没有出现魔法阵诶、欸，开了。谢谢。那应该就是魔法阵了吧？没有诶、欸。哎、欸，骨头，骨头在地下室。你拍啊，你不是有带？我没有带相机。嗯，好马头、哦。我也没有带。啊，那你手上刚刚是什么？哦，是加根那个。我以为你拿着一个正方形的跑出来。有声音。在哪？感觉在地下室、欸，哎，地下室2.8。然后突然听到东西掉下来的声音，一堆。三度。一堆哦。挂个灯哦，这里有一耶，刚刚。Are you here? Are you here? Where are you? 挂个灯。Are you here? Where are you? Are you here? Where are you? 哎，你说 ，Where are you？ 你说年纪怎么讲 ？Are you here? How old are you? How old are you? 哦，哎呦。哎、欸，对啊，拜拜。哦，通灵版是吗？18吗？什么八？我看到你，不然问一下。
我不要，因为我今天拿错东西。嗯，我拿错东西进来了。哎、欸，所以在地下室吗？我不知道啊。Are you here？ 是问年纪耶、欸。我知道 Are you here？ 是问年纪啊，因为我们刚刚在地下室测啊。啊，我刚刚想问你们一群冲上来。Are you here？ How old are you？ 才是年纪吧。他刚刚念 How old are you 了。我吗？你呀、啊？你呀、啊？我是吗？你是啊。对啊，你是啊。哎，收音机。哦，所以在楼上。我听不到声音耶、欸！天哪、啊。完全没听到、欸哦，好吵，好吵。在二楼的收音机吗？哦，在二楼。这里 1.3， 0.8， 走廊吗？还是我找到他 ？Are you here? Where are you? 完蛋了，对不起，我开了灯。Are you here? 我没记忆耶。Are you here? 你问 How old are you？ 你问的是 How old are you？ 他不是跟你18吗？只是你们刚刚突然跳成 Are you here？ 三级。哎、欸，楼上温度都好低哦。哎、欸，他好哦。我听到了。这间吧。啊，闪灯，闪灯。我、哦、看没拍到。他拿镰刀吗？对啊，不服。那个声音好大。0.7，他在里面吧？哎、欸，拍一下那个我地上，我电脑那边有剩一张照片的，拍一下嘛。没有指纹哦，对不起。有互动哦。好，拍了。嗯。我把这个没有底片丢垃圾桶。写字了，写字。哦，我恶魔，恶魔，恶魔，在上面。恶魔。哪一间？这间吗？楼上你一开始的那间。哦。他在里面写字，床上。我实情话意。哇、wow. hey. 嗯，所以是笔记本跟就笔记本吧。他踩岩的，好脚印出来。这里走出来。你们点阵放了吗？放了。有25%的任务吗？有哎、欸。他今天怎么这么嗨？谁？我说这个人。你姐。不对，这个鬼。哦。Are you here? Uncle。你姐。要跟他聊天吗？要讲。他回我了。Are you here?、哦、他讲 I'm close， 对他很近。Are you here? 我妈逃出来。Are you here?哎、欸，有，他终于理我了，我好开心哦、喔！我又改英文了，不用中文了，气死了！两个月来第一次跟鬼沟通了，对，好开心哦、喔！所以现在剩魂魄，没有，全部都要看呢、欸，好凶哦、喔！拍完了，嗯，有指纹，哎、欸，靠，要四级，那、啊、是不是又耗我了？45，好像是哦、喔。哎、欸，有摩洛伊耶！嗯，拿错了，不要这个。哎、欸，点阵。啊，走喽。雾影是什么？是新的吗？新的，就是没办法躲的那个，追你追到死的那个啊。那怎么解25%？我不要解了。嗯，我也不要解了。他说移动很慢啊。没有，带运动感测器跟点燃生物就好了。雾影看到人移动变快吧？没有，他看到人变慢。他看到人变慢吗？是吧，本来上面不是有写吗？哦哦，对，走得非常缓慢。我知道，只是我英文很烂呐、啊。不会，你英文很好了，没有，英文超棒的。哪些证据啊？笔记跟通灵盒而已吗？还有一个点阵，哦，我看到了。那我们去运动感测器跟烧圣木，东西都没了。我拿运动感测器了，再放一个。哦，你可以去问他年纪啊。How
他立刻走、欸，他是不是走过了？有啊，一直逼，逼逼逼，你在逼吧？没有，我在这。哎、欸，他丢东西，凶爸爸，我妈都解完了，全部解完了，回来了。那个，你的全部包含25%吗？还没啊，包含没有。哎、欸，繁星好低哦！啊，你玩通灵版对不对？我只问过一次，啊、没有啊，我只问过一次啊。然后刚才在鬼房里面玩啊。还有通灵版可以剪理智。哦，刚刚就讲了，那个、我刚刚就讲了。我刚没有听到。小鱼，小鱼，我来。我是不是应该拿出来？不会啊，不会马上关门啊。你拿个圣木跟那个吧，打火机进去啊！我不敢进去啊！好了，我陪你啊。可是通灵板在哪里？我重点是我不知道。直走左转啊！后来在那个洗衣房里面，进去最里面在哪里？桌上啊，里这里啊、哦，不是桌上、啊，地上、啊。每次拿都一定蹲下来，不知道为什么。等一下，等一下，给我个心理准备。哎、欸，全部都飞过进去，那个通灵板出来呀、啊！护送有没有看过？我问他 How old are you 嘛，对不对？你问年纪就好了，问两次就好了吧。哎、欸，等一下。怎样？不会了吗？我先点一下。How old are you? How old are you? How old are you? Goodbye. 看 ，Goodbye。完了。Goodbye。Goodbye。坏了是不是？那又怎样？好可怕！哎、欸、，How old are you? How old are you? 哦，七级哦。Goodbye。九级。哦哦哦。你又要拿起来走出来啊？没有那好、哦，你根本没有扣哎、欸，对啊，扣十，怎么可能？不是你刚刚拿到问之间，我们平均还是41啊，几乎没变啊。不可能啊！真的，我骗你干嘛？来来来，就给我看。我去看嘛，好。你看啊。你要玩吗？阿钱？我不请玩。我不行玩，所以，对，你忘记我上次玩怎么喊孤白都没有用啊？那是小鱼啊，小鱼喊孤白、啊。我啦，是我啦，我怎么喊孤白都没有用啊？所以通灵板我都不想玩了。我理智也很高哎、欸，现在。但是大家说英语时间，现在谁触动？哎呦天！触动他哦！不不不！啊，他按 no。那就 goodbye。How old are you? Goodbye。你就有扣吗？好了，有吗？就没有扣哎、欸。我来。他有 no 我耶。哎、欸，我38了。降5%了。有啊。降5%。我才降5%，我刚刚也50几呢。平均值。哦好。好怕哦！等一下，我真的很怕。好困难，降理智高法。我要按了，还是你要按？嗯你按啊，我不能讲啊。Are you here? Goodbye. Goodbye. 还有了。哎、欸，你扣好多，你扣超多，你扣20哎、欸。我用 Are you here 好像不太对。对啊。好，结束了，结束了。哎、我怎么了？我怎么了？出来，出来。好了，好了，好了，笑死。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 Joko Joko， 爱你，爱你，爱你，爱你。谁好了？雾影。好了。对 ，Are you here 跟 Where are you 是一样的概念吗 ？Are you here where are you 不一样啊。问他在哪里的话，他会那个啊，扣比较多。Are you here 是你在吗？所以他只会回 Yes No question 啊。哦，所以等一下 ，Are you here 是25%吗？然后 Where are you 是40%吗？不知道。那个对。
我只知道有一次问说你在那、你在哪里的时候直接裂掉，太低了。通灵版扣你15%、20%、40%，还是要随机性。所以我都喜欢问年纪啊，慢慢好啊。我妈头的贡丸在我脸前，什么贡丸？什么贡丸？贡丸跟贡丸是讲贡丸。我是建议你好好说什么啊？你想说什么？你妈知道你贡丸在人家眼前吗？这样讲话对吗？你的贡丸这样子是鱼丸，鱼丸，湖州丸，湖州丸，忘记看车，不是车，忘记看车在哪里、欸？不是在车库，地下室，是在地下室了。对，地下室。那你下去了吗？没有，没有，我在车库。错边，这边，对边。开了吗？开了，开了，开了。酱饼跟豆饼。地上塔罗牌哦，没头。没啊，我没有看，对不起。哎，这个电灯在哪里啊？这个吗？真的？好像是在二楼这里哦，这里1.8，1.7，二楼厕所。刚刚那间，好，地下室可以耶。我找到他了，没事。厕所，再照一下看看，因为那边温度还蛮不稳，有可能是在哪？好像没有鼓，9.4啊。嗯，那就我刚照到他吗？刚刚怎么一度十级啊？9.3嘞，阿杰。就是我刚照到他了，好，那再找一下。哎，我找到诅咒之物哦，白痴哦，塔罗牌，骨头嘞。哎，谁手机响了？哎，我这里无机。这你在哪里啊？走廊，是不是我手机了。走廊。二楼走廊。楼上走廊、哦。是走廊吗？还是里面，手机应该是在室内里面啊。是第一间吗？哎、欸，找到骨头也在这。对，这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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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东西。地面赛，地面赛。好，殴打，殴打又。看你这种不要打。欸、啊？你哦，你是用范围声音的哦，北西哦。没有啊。那怎么会有回音？地面赛，地面赛。好好，现在有吗？你声音超大哎、欸！假的，我没调啊。地面赛，地面赛。How old are you? Where are you? 为什么？小鱼，你们听我声音有变大吗？我把你领了，在车上没有听的。我会把他领啊，可是他，你是按 B 还是按 V？B 还是 B？ 我一直都按 B 啊。嗯。我妈头回阿佑，二楼，阿佑，二楼上去就看到了。他回你了，哇，终于有鬼可以回我了。是，他是不是要多人啊？我一走进来，哎、欸，你为什么没有关台灯呢、啊？我们关台灯哦。嗯。为什么要关台灯？他闪台灯了。我刚刚为什么不要啦？五级了啦，好烦哦、喔、他，我要出去了。DF5 吗？对 ，DF5 跟通灵盒。我多给你一台相机哦。笔记韩文什么？他一直在走路。他有踩、欸，可是没有脚印哎、欸。魅影，脚印。魅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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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彩了，他很兴奋。我已经撒完了，来不及了。但谁会知道？我们一开始撒三个啊，谁会知道？你不是两个吗？我想说都在这边啊，这边那么小，我就直接撒完了、啊。那这一场，这一场的证据会很少了。
我证据钱吧。哇，钱很少。我看一下哦，运动感测器跟吹。感谢雅思的会员。对，感谢你的会员。点赞。也没看到你的点赞。那点阵怎么不见了？不知道，拔掉头都被不见了。阿且点阵嘞？我没有放点阵啊。所以我问你、啊，原本有一个啊。我放了，放了，放了。我现在是不是很电啊？对，我觉得好电。你们电吗？我很电，你们电，你们也电吗？红色哎、欸，我。他已经红色一段时间了。我是绿的，搬家，新加坡。嗯，我去日本好不？好。舌头看到点灯了，好多点灯。我变绿灯了。什么舌头？绿的。文玉。绿的。好的。我们要干嘛？忘记吹蜡烛、运动感测器。吹吸蜡烛有没有解了？吹蜡烛解了。哎，剩下运动感测器还没。测器，我拿了两个。OK， 待我可以待在车上。为什么？为什么这么挤啊？你没了不是吗？还是你要拍证据？不是啊，他走了，他走了运动感测器了，他逃脱成功逃脱，对啊，剩下成功逃脱而已、啊，所以、啊、才泡你在车上啊！我已经被鬼口了两次了耶！哎、欸，我抽到天使了，进去玩吗？哦、好，耶！那两个袋是差小啦，我、哦、回理智了，能给你玩。为什么是这边的？你刚有抽到那个灵异现象吗？什么意思？要干嘛？我在有听到收音机的声音了。楼上啊，感觉是在一楼、啊。嗯，好大声哦！魅影会穿墙，好有难度吧？哦、没事，那是他的问题。还是收音到底是在哪里？啊，搬走了啦。可是你抽到天使哎、欸，不弄白不弄。嗯，嗯，那你一直抽卡抽到死掉啊？明明天使2%，倒掉1%。哦，抓、欸，关门了，快点给他死，给泼死嘞 ！Hello。对不起，太真心了，对不对？他用爬的、欸，他在楼，他爬下楼了。哎、欸，你至少死在我面前吧？死去哪里啊？死鬼，死了。哎，会复活在车上。我复活了！我要复活了！耶、yeah, 哦，亮我的眼睛。Yeah, 啊！来不及拍他的尸体，就叫他死在门口，他不要，一直往那里走，不知道干嘛。啊！我想说顺便看能不能解成功逃脱猎杀。你那你等一下，你要是要逃去哪里？哦，我刚好像走错边，我刚想逃去地下室，结果走到电脑那边、啊。你是去车库哎、欸？你车库躲给我看。车库也可以躲啊。啊！你再去，进去，进去。等一下，我的手电筒了，我的手电筒。哎、欸，你要把我的给你，你要我的可以啊，来啊，不给你啊，都给你，你进去三次，你要三次机会。等一下应该还有一个塔罗牌吧？嗯，直接带你哦，好爽。你抽啊？嗯，这是什么？哦，哎、欸，门，哎、欸，玩家会卡门了哦。会吗？我关不起来、欸。
你前面点，你前面点。欸、真的、欸，哎、欸，那个谁，你来试试看。哦。他门会卡住。你说关他吗？对啊。哎、欸。那鬼关门的鬼关门的话呢？我怎么知道、啊欸？你真的卡住了耶！你们一直把那个门甩在我脸上是吗？对啊。等一下，甩够多次了。没个抽啊！没了。算了、啊，走了、啊。刚好像一直抽到一个那个没有效果的。啊！你做到八月底，秀秀也做到八月底，不是吗？我们他说好的八月底。我记得秀秀哦，他好像提早离职了。真的假的？对，他离职了，所以他没有撑到八月底。没有，他没有，而且他还没有那个哎、欸。好吧，哎、欸，选了吗？哎、欸，对，选了，拍谁？我忘记选了。妹。好的，谢谢。哎。哦，所以他最近在打魔物猎人，所以离职才打魔物猎人。不是，他最近在玩天命。哈？天命？他不是前阵在玩魔物猎人吗？没有，他现在又改了，他变现在玩天命跟玩双人成型。跟谁玩？跟在新的朋友。哦，那就好，那就好，不然他最近那个工作真是太累了。对啊，对啊，我们要怎么讲他同事吗？他同事就来加进来。哎、欸，来聊聊你同事啊！不希望在开台的时候进来吗？来啊，聊一下。他没有，他现在每到九点，他都会去找新朋友玩。玩天命哦。玩天命，打 A， 打 low 什么之类的，都不跟我玩的。正常吧？他以前不是这样，他以前真的很乖。为什么他以前真的会跟我玩啊？就是真的会跟我。不是三四年前那时候还很乖啊。三次你给他那对啊，那时候他顾摊啊，啊给他薪水，他还问我找多少的时候啊，我说没有，你的薪水，哦真的哦，啊所以这不用找啊、哦，他现在已经不是那个，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秀秀了，他只会讲说哦好爽哦，有钱呢，好爽哦，没了，没了，那个秀秀没了，没了、啊，秀秀没了，你刚刚是造什么诅咒之外是？骨头，然后被地下室的那个，五芒星怎么一直拿错东西呀、啊？哎、欸，是吗？地下室有在丢东西？有五芒星啊？有五芒星不会讲哦、喔。我说啊，我刚不是说五芒星吗？你说该不会地下室的五芒星吧？五芒星没有啊？你没叫下来、啊？地下室3.2，刚刚在地下室丢东西，你没有叫下来拍啊？我刚刚也是半信半疑啊！我要点蜡烛了，等一下。你确定啊？现在几度？3.4，刚刚。现在嘞？我看一下，3.4，1.6。好啦。啊？这里是哪里？三。地下室。地下室吧。啊 ，All are you? Where are you? Are you here? Give me a sign. Where are you?为什么？为什么？我这边有小鱼的回音呢？我就刚刚就听到你有回音啊！我有听到回音、欸、啊，不对啊！我有开你们的声音啊！所以我刚刚就说，我靠，班寝声音超大的、欸，哦，因为这样子啊，你知道了吧？你刚刚害我耳鸣啊！刚刚害我耳朵受伤了。好嘛，我去照顾你嘛。哎、欸，司机。哦，以摇以伤是不是？你可以拍吗？那个摇椅上有那个，我们全部人都出来了、欸。哦、啊，多十级啊，十级哦，哦。抱歉，我以为是 EF 级。
只有两个 EF 变十级吗？对，无极加哎天才，不行，现在要安。门口手电筒是谁丢的、啊？我、啊。哦，你记得把它捡回来哦。你挡我的灯啊！这个会不会太远了、啊？实在，你们挑我一只好了，我不挑了，好远、啊。你是怕、啊？哦，好黑哦。我对啊，对啊。我就是怕怎样？不行哎、欸，都黑。不行怎么？你又不保护我，你怕的话，那、啊、谁保护我？你知道你在说什么？我知道啊。十字架使用圣木。我妈头可以保护你。是啊。我来了。你看他来了。不要那么恶心！哎、欸，先生，完门完门。骗子。他就在我旁边，请看一下证据，好吧？看照片，看照片。你们这些骗子，谁保护我？主机，你在拍主机哦？没有，主机上面那一张。鬼啦，主机。鬼跟主机。主机上面那一张。主机。你拍什么？鬼哦？主机哦？什么东西？哎、欸，可是他很快就直接拉到十级耶，超快的。哦，我在他旁边啊。他一直。我说他今天一直嗨欸，很嗨啊，三级一直嗨，三个东西三级，要不要拿一个这个？哦，手机震动吓到我了。那拿个打火机，还是你拿那个监视器？我手满了，等一下哦。好，那我自己买。来，你要我拿什么？赖达是吗？赖达。好 ，Go。我有紫紫的灯，紫紫的灯好。对，我有一个夜视摄影机。啊，我没有。哎、欸，有啥、啊？目前啥也没有，啥也没有。风铃盒，就我丢那个在五芒星中间，你去烧一下。风铃盒好像小鱼还没有玩到吧？我玩过了，我刚刚在你玩的时候玩到，你还嫌我很大声。你问给我打火机要冲啥？不，叫我拿干嘛？点中间蜡烛。烧圣木，不是烧圣木。Are you here？ 我刚刚在中间丢。哎、欸，我听你也有，对不对 ？Are you here？ 那、欸啊、这样嘞，按 B 啦。Are you here？ 奇怪，之前按 B 就不会怎样。我就讲啦、啊，那你就只会凶我。我哪敢凶你？那不会。哪会？最近都不是最近都不是叫教主，是哎繁星。对啊，对啊，大家最近都哎繁星，哎繁星，哎，哎先生，这拍还有用吗？有啊，可以吧？哎、欸，他直接拉到五级耶，好久。那一我在他身上撑来撑去，我这样子。他是鬼，但是鬼也有尊严好吗？哎、欸，我们在这个月份玩这个游戏是不是不太优秀啊？不会啊，不会啦。为什么？又没讲鬼故事。对啊，还是先要讲一下。绝交。他等一下就会出现手手了。不是啊，你啊你怎么不穿女装？不行，这是另外一个，这是另外一个鬼故事。哎、欸，怎么了？欸、真的没证据哎、欸，对、啊，一个都没有。欸、哦，看错了。鬼也好笑哦。哎、欸欸，我就、欸、我就他放这边。啊，摇椅，摇摇摇摇椅，摇摇椅，摇摇摇摇椅，我要跟他讲话。Go， 嗯，不能装哎、欸。拍了恶心摇摇椅。拍了恶心摇摇椅。Are you here？ 对。Give me a sign。奥德 EF， Are you here？ 没了，他不在。Give me a sign。他不回我哎、欸、，Are you here？ 查我。来了，我来了。啊，我来了，我来了，来我躺，我躺，我这里有床，下去哦。我走，我躺这。抱歉。哎呀，丽莎。丽莎。先生。你又骗我。登报了。不是登报了。因为 EF，
你骗我！没有哎、欸，就只有在这边。哎、欸，烧了，烧了，恶心！烧一只鬼猎烧了，烧了一只，烧一半了、嗯。在你旁边那个。我不管啊，我找不到他，没证据啊。我没有第二十，我没有第二十五吗？第二十三。Are you here？ 给我个信号。Hello， 你看 B 吗？你看 B 吗？你看 B 吗 ？Are you here？ V 你超大声的，你知道吗？我刚按 B 呀、啊！啊啊啊！健身厉害，真实力杀了！啊，我死，让我死，让我死，让我死！你死了！啊！找不到啊，烦哦！我们多了一个任务了耶！多一个战人吗？啊！哎，照相机呢？阿干，哎、欸，还在，还在，还在。中了，中了。没有八级而已吧？往上走。哦，限行哦。八级限行。不是，他一路尾随，哇。哦。好可怕！哎、欸，救我！你跌了，你跌杀了。关门了。关门了。没有啊，我没看到鬼、欸。八十级啊！他好，哦、他好发强，好凶。是刺鬼啊？谁这么凶？我们还没第二十五。对啊，这鬼有寒温呢、欸。没有寒温。还没低于五十还是二十五？二十五。还没低于二十五。那还好啊，才几趴？我零趴了。我三十了。哎、欸，我们快了。那你再继续待一下下。没有啊？有低于二十五吗？有啊，有任务低于二十五啊。哦，我进去不就好了？我去死，我去死，给我去死。好啊。东西再买就有了，好吗？我一定要找到，可是没有韩文呢、欸。对啊，你是什么都没有啊？你指纹都没有是吗？先把韩文按掉吧。这么多个摄影机，我们来看嘛。好啊。再换一个。你看有没有顶阵灵球吧、嗯？没有的话，那就很好推了啊 ！EF 笔记跟通灵盒了、啊，笔记也放吗？ EF、有放啊！刚是两个放太近了啦，啊、我刚刚把一个往旁边挪。文玉嘞？要进去死！文玉出来！文玉出来！文玉！哎、欸，笔记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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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笔记了。可是我低于二十五了吗？解了，解了，解了！出来！啊！圣木，妈妈头，怎么了？干嘛那么紧张？现在不是地下室吗？他在地下室，保护卫浴啊！哎、欸，我手身上还有一本笔记本，还没是猎杀吗？不是吧？你竟然把人家笔记本偷走！天哪、啊！不是，我刚应该是要放，再放换换往前放，然后他就出来了。所以我现在安全可以出来吗？可以啊，可以啊，你先出来吧。我们带了两只圣木来保护你。没有，我一只都没有带哦。可是我没看到半个人啊！你在哪里？你不在地下室？他在车上。我不在地下室，我不在地下室，我在这个房间里躲着。谁说地下？你说的。谁啊？你这个，我怎么会选？文玉交给你了，去看去看那个。我想说你怎么那么变那么大胆，直接躲在鬼的地方？我没有，我躲在很这里，这里离房最近，虚浮头就可以去玩的距离啊。好了，我们有那个什么笔记了。那然后你在车上看呢、啊？车上灵球跟点阵看不到，那是另外两个啦。然后也没有吃过体温啊。我把笔记往那个前面那边丢一点。笔记不用啦，笔记找到了啦。哦，还是你要拍？捡回去拍吗？那我刚刚应该捡回来拍。地下室那个写过了，我们可以吃药了，我们可以吃药了。可以啊、哦，对。他很想冲，给他吃啊，都给他吃。我们吃多一点，我们还没拍那个螃蟹尸体。你吃多一点。小鱼要帮我吃一罐啊。好，就吃就好，就吃。好，我吃我吃。好，走。啊，不是啊，我吃比较好。我在车上，我不会扣你，这样你怎么那么笨？没关系，你就待在车上，我们两个进去就好了。反正只是为了拍他，为了拍他听不懂人话一点啊。我懂，你理解我吧，繁星。我知道啊，我知道，就是待在车上不会扣理智啊，所以你吃比较好。他关电闸哎、欸，他是会关电闸的鬼。
我没有带相机。法西，你应该有，是，你应该有带着吧？我带什么相机？这里，这里有一个。满的吗？不知道，我手捡不起来啊。好吧，我捡。哦，两张耶。七。哎、欸，我好电哦。去拍笔记，去拍笔记，去拍笔记！我操你的，去拍笔记。这里这本。小心跑去找你姐，我跟你讲。那人不是会来找我吗？嗯。找你要干嘛？走吧，走吧。你可以带他，在他的房间里参观他的床啊。不要。这个床是曾经让我闹着的那个床。嗯，也算你姐的床啊、哦。没有啦。啊，不然。好了，可以走了，可以走了。那是我跟我姐的床，不是我姐的床啊。那是我们两个的床。到底在说什么？好了，走了，魂魄少林差一个了。招啊！哪一个啊？还有个，还有证据是什么？没有证据啊！赤国还问没有啊？点阵领啊？对啊。看那么久也没有了，那就只有那个不太可能的通灵盒跟笔记啊，再來就指纹跟 EF 啊。不是啊，那我勾一勾，我没有的话。哦，太吧，也只能这样。啊，我只有魂魄的选项哎、欸。指纹是烧灵啊，可是他没有丢东西、啊，不会有指纹啊。嗯，我刚刚全程在里面看那个指纹哎、欸，应该是没有指纹，那就是魂魄了。快点猜一猜，我想尿尿。不是，你就选一个啊，你就挂在车上啊，去。啊，好，我要去厕所了。对啊，好，我要去，要走了。好，魂魄，哎。应该现在才去尿尿的。欸，现在 AirPod 都很便宜是不是啊？ AirPod 没有啊，一直都很贵啊。哦，真的假的？所以那些很便宜的都是仿造的，都不是原厂的，就只是个无线耳机而已这样子。对。哦，然后看到那时候想说，哎、欸，这很贵耶！他说不会啊，两三百就买到了。我哈，不可能，不可能吧？对，我想说是两三百，无线耳 AirPod。我那时候以为是 AirPod， 他说没有，是无线耳。哦，哇，哦哦，无线耳机也不用买那么好，能用就好啊，音质好一点点就可以。我想要换 AirPod， 音质不好，就是一般，没有说不好，就是一般。他就只是卖厂牌而已而已、啊。那这价钱有更好的选择。嗯，可以多买三个，音质好点。啊，所以就不如去买别的，就不用买 AirPod。因为之前健身戴的那个耳机是有条线，那个绕着脖子。嗯，你用有我有印象那个。用有线的去运动，你不觉得很累吗？那个很碍事。啊，那时候没有钱呐、啊，你是想要逼我什么？没有啊，我不是线插在那个的啦，是线。哦，线一半，那耳机跟耳机绑的线而已。哦，我记得那个绕耳后的那个吗？对对对对对。我都不记得，你怎么都记得？因为我有印象，他那时候在跟我说他的耳机怎样，可是忘记怎样了。没有，因为我不会用蓝牙，我说怎么办？为什么每次接电话我都要把耳机拔掉，讲个喂，然后再把耳机插回去？然后他就那时候教我怎么用蓝牙。哦。对啊，好像是哎、欸。对啊，那时候我真的找不到会用这种东西的人，就想到就是你，我说救口救我。哦，怎么了，老板？等我一下哦、喔。嘿，老板。哎、欸，他丢东西了。Hello。为什么这么暗啊？哦、oh, oh, ，我没有拿手电筒出门。我给你。没有，我手满了，在哪里？地上。可能在这边哦、喔。谢谢。可能在大厅哦、喔。大厅吗？那我先放笔记本。他跟点阵啊，谢。
好，继续找。谢谢文玉。哎、欸，干嘛？干嘛？钢琴。他还没弹琴呢。有哎、欸，钢琴互动。0.3，好了。好了，我去。Where are you？等下 EF 留给你们。Yo! 我去。不行，要 B 对不对？要去找诅咒之物跟骨头。Where are you？ 我骨头找到了。Are you here？ 我跟你妈逼！你怎么那么凶？没有没有，照相机啊！照相机。我来了。玩这款游，我来了。玩这款游戏最容易被吓的。是不是你有拍到？有，我拍到了，鬼三星啊！我从楼上直接冲下来，累死了。Where are you 啦 ？Are you here？ Are you friendly？ Where are you 啊？好了，给你们玩了，我不玩了，都给你们玩，我不玩了。哎、欸，对耶，好清楚哦，幻影耶，给你也算。你们可以抄。我不看了。你们可以抄，对对，我是拍九口啊，超清楚的。那个，你们往幻影的方式去找吧，继续找主。幻影是啥？九口是鬼人，解散心。谢谢，快来拍我。指纹跟点阵。幻影。地面三。和指纹点阵，点阵，我点阵放了，那再放。哦，通灵盒有。哎，是你哦，不是我哎。通灵盒点阵跟什么、啊？通灵盒点阵跟指纹，跟九口。指纹？对、欸。找不到。跟我，我进去就有了。哦、我们差不多要找那个他们去 AR 了，快十二点了。谁们？我可以先找人。哎呀！哎，奇怪，该不会是通灵版吧？你通灵版没有看到吗？我没看到，可是我眼瞟有，只是看一次。哎、欸，不要闹，哎，很累，很远。那个门一直叫，拍它。我没有，我没有相机啊。没有通灵版啊。没有通灵。有低于25%哦。没有那个。通灵版也不是。没有没有唱歌的那个，八音盒。有人说一，对对对，一楼工具间召唤阵哪里有工具间？召唤阵不在三楼吗？召唤阵在三楼吧。那诅咒娃娃在一个娃娃。对，这三楼的。对啦。那应该就诅咒娃娃了吧？你没看过诅咒娃娃在哪里？娃娃沙发上没有啊，靠腰。该说沙发是吗？嗯。东西。你找到了？拍完了。哇、啊，这个娃娃还拿着一罐啤酒。对啊，没错，嘉明啊。哇，酒鬼哦。哇，好扯哦！说好的喝酒开台呢？什么时候来啊？我的天啊！什么？小馒头说昨天。我说我的天啊！你为什么要这样？你说。没有啊，我不喝酒的、啊，我可以。你可以学啊！你练啊！不行啊！哎、欸，点阵吗？对，点阵。好了，确应该是确定的了啦。啊，什么时候应该确定啊？就是啊，啊就是啊，欢迎啊，哦，好，我们拍证据就好。为什么？为什么不要学？我可以教你啊。不要，姐姐可以教哎、欸。不要，你说哪个姐姐？你姐啊？哪个姐姐？你想害我？没有。小鱼是妹妹。啊，小鱼永远都是妹妹。在笑你，没差、啊，我习惯被他嘲笑了。哦，真的假的？习惯还是喜欢？习惯。哦，我喜欢被他嘲笑，你也太奇怪了吧？
屁的。他在玩 AR 的时候，我都笑他。不会啊，我玩 AR 的时候，你就不敢笑啊？你怕我玻璃心直接碎裂啊？哪有？我教别人玩 AR， 我一直都那种口气，好不好？他生气了，太生气了，你在误会他。好吧，算了，对不起，我错了。哦，你们都误会我哦。哦，不要撒娇。太怪了。好了，拍完了。电风扇。对不起。没事。雷雨好大声。我是。哎呀！好快哦。好快。猫咪，平均25，闪灯了耶！吴玉呢？平均25，我猫躲哪里啊？吴玉，关门了。我知道，你躲好。3，这台相机为什么这样？满了，不用再拍了。嗯，我是说相机耶。你看地上，我知道门口有一台相机啊，它好像我它是亮的，很像坏掉。有吗？我看是暗的、欸。啊？我看是亮的。啊，结束了，进去救人吧。好。进去降离子吧。好吧。没有带那个。不是我的手电筒也扔进去了，靠腰。要我带你吗？不用，不用。好。可是你走错了 ，Hello。干嘛啦？又没插。欸、可是他是在楼上，楼上有声音哎。你们在哪里啊？我在里面啊。他是楼上有声音哎。你觉得是软环是不是？不是啊，不就欢迎了吗？对啊。要不然就是又变个鬼房而已啊。要嘛就是楼上啊，有人电风扇打开还是怎样的在吵。我关掉了，看可以躲哪里，我要躲这。又关门。我关的啊、哦？我没有关外面的门啊。没有没有没有。遗体插针通了哦。哦。Surprise！ 哎、欸，我在自己插球的。好了，好了，好了，回来吧。我从第一次下书，我从第一次，我靠，打到这，你说第一次那个击杀的时候，我就躲在那边。没有，谢谢而已。好了啦，回来了啦，都结束了。哦，大家都出来了。我以为你还在里面呢。哎、欸，你看，这次不是我最高了。我躲在那个角落滑一句，我还差给救狗。你猫咪好可爱哦、喔。对，猫咪好可爱。走。啊，我看过这个，是我幻影。点了吗？幻影啊。幻影啊，这点了，点了，点了。为什么我点不起圣木啊？因为已经关门了。是这样吗？还有，有听到吗？就是那个短短短短短短短。对啊，玩祖宗这样。哎、欸，所以你们两个12点要去打 AR？ 没有啊，我没有。可是你12点不是要结束吗？对啊，我现在已经开始在困了。要不然提前啊，来一场，来一场。不是、啊，12点前我们可以很多场哎、欸。11:58。对啊。哇，那天真的是很屌哎、欸，飞速。很扯哎、欸。哎、欸，58分，再来，再来，再来！就可我不要滑 IG 啊！对不起。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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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啾！有那么可爱呀、啊？一只猫叫狗追。我明天放假，好快乐！哦吼！我要放假，宝贝。为什么 first 就那么啊？最后降临的，你永远都是最后一个。我都在里面呢、啊。他要降落啊！拜托，我拿着 ENF 全
贴着墙壁，每个都摸过一次、欸。哎，怎么不是啊？我说你改进来的那个时间认为都是最长的。哦，我不知道哎、欸，也不是开台问题、啊。我又忘记带手电筒。对，在车不在车库哦，在那个地下室。我不在车库。店长，我现在都懒得看那个。啊，本来就是啊，跟你讲过很多次啊，就固定那几个，你就反正都要进去找，一个一个慢慢找，又没关系。啊，所以我就懒得看了啊。啊，你就很坚持，我听你的话好不好？哪有？现在这么……你多久才听的哈？告诉你多久，没差就进去，你就那几个点而已，摸一摸啊。我现在也是进来，诅咒之物全部，我早就跟你讲了，都说诅咒之物那些东西，我是进去每个地方都摸过一次啊。我看改天他们官方可能就考虑要出个随机乱换位置的那个机制啊，反正就要这样子。哇，我觉得真的固定，很固定、欸、很容易找得到。哎、欸，怎么了？哎、欸，上山、啊，他好丑。他在这边呢、欸，我这间从、這個、你这边走出来的，对啊，对对对对，右边进大门右边的房间。刚刚这口声音突然变好小。五告拜，因为我在叫吧。他被捂住了。要不要被污？啊，餐厅负一，我吐烟了，负零点吧。哦。他走过来，超恶心。Are you here？ 这股还问五级 ？Are you here？ Give me a sign。Where are you？ Give me a sign。Give your call a sign。赤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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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鬼是什么 ？Are you here？ Where are you？ 赤鬼，赤鬼，赤鬼，赤鬼。赤鬼，赤鬼，点阵，放点阵吧。哦，不用看灵球，没有猜的啦，那么活跃。Are you here？ 是哦，啊、是哦。Give me a sign， 而且他刚刚是具现化的跑出来、欸，哎，他是具现化。对啊，之前有的都是什么黑影啊，或是什么透明的，他是很丑的一个肉肉的人走出来，肉色的人。你说我丑，你玩闷。我不是肉色，你是红色的，你是番茄色的，你是红红的。奇怪，以前丢盘子也没丢那么大力啊，他是不是有偷改啊？哎、欸，是骗我照片呢、欸，哎呦！哇，你就不要拍我的嘛，我在玩电玩。关关电闸。很黑，哦，哦，先生，他说什么？听不懂，我听不懂鬼话。他说 fuck you 吗？不会啦，哪有那么凶 ？Hello， 哦 ，Are you here？ Give me a sign。有东西耶，你可以不要这样吗？我很黑。嗯。点阵怎么样？有吗？没有，就很像赤鬼、啊，很活跃那一种。你可以不要偷我的手电筒吗？那是我的哦，你的在车上哦，你不要骗我、哦。车上有个手电筒哦，你可以还回来哦。发现了。你怎么那么好笑？你干嘛乱偷人家手电筒啊？说太辣子，我不能签夜市，冰玉，我帮你，帮我，一些，嗯，给你，嗯。对哦，嗯 ，Are you here？ Are you here？ 点阵有啊，嗯，好啦，我看一下哦，成功逃脱猎杀，让鬼吹起蜡烛 ，Happy birthday to you！帮我把点阵门拿起来，帮我感谢你，感谢你。
吹了，再吹，把招呼开满就可以回去了。等一下啦，不要吹啦，我开了，我要太浅啦。干，谁在给我点蜡烛试试看？我在拍球，拍不到。干，就是你。哎、欸，先生，自己你好，没有，就自己就在拍球，你一直点蜡烛，看不到脚印啦。你是因为我发现你拿我的手电筒，你在怀恨在心。哎、欸，怎么那么久？跟你说，你要死是不是？不要说出来。那天我打 A 啊，连胜三四场，然后就一直嘘嘘嘘，不要说出来，一说出来我们就会输了。嗯，然后我就爆输了。对，爆输一波。好了，棺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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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你今天要你今天要睡晚上的、啊，我都醒醒睡睡啊，然后又睡不着啊，然后五点又多又快起来，你确定吗？这时间内、欸，哦对啊，哎、欸，我们是不是要用默认装备存活啊？你说每日哦？对啊，对啊，这一间是这一间。噩梦难度。那、啊、小鱼回来啊？等一下，刚刚调错那个了。嗯。不弄。哦。不要再滑 IG 喽。不要再看猫咪了。嘘嘘嘘，可爱。嗯，这手机打猫也有掌印可以玩吗？没有哎、欸，有哎、欸。不遇不遇，吓死我！想到风能又不收我，是不是？才刚卡90%就宕机了，我常卡90%，我没这顾虑。哦，相机、手电筒你不拿、哦？我没有手电，我没有看到手电筒。银色这个不是手电筒是什么？我忘记了。你还会什么？诅咒之物、啊。你还会什么诅咒之物？哎、欸，不要出去啊，给他自己进去好了。我要有。嘿，嘘，嘘，在哪里啊？你就绕一圈看啊，你自己要拿进去问。搜寻狗有脚印什么意思啊？你们 IG 在看什么？就你去 Google，Google、嗯、Google 打狗或猫、嗯，然后就会有一堆脚印可以按。好，狗，狗，狗跟猫，然后嘞，嗯。哦，有哎、欸，可以按，哦，哎不、哦，而且猫咪会叫，我也会找一起按哪里啊？好玩哦，我还没有打过狗，你没打过狗，你打狗就告狗，哦，有哎、欸，什么意思？啊、猫是狗吗？不是，哎、欸、呀、啊，我要怎么取消掉它？有个叉叉可以按，哪里有叉叉？打狗英雄。哎呦 ，ESC， 好啦好啦，猫，哎、欸，这好可爱啊！等下把它贴在那个 FB 给别人知道。所以是什么打在哪里 ？Google 啊。哦 ，Google 哦。哦，真的耶，狗有贵宾狗的手哎。还有摸兔子的。可恶！你试试看。没有。
好玩的。你猜了。我也猜。猜鬼猜鬼猜鬼。Uno Uno Uno。请问什么证据？通灵盒、球跟指纹。好。通灵球，好。通灵球。好可爱哦。真的耶，可是为什么没有兔子的？有通灵球。哎，我点到照片了。白痴，你知道兔子叫什么啦？兔子怎么叫？对耶。没事，兔子不会叫。对啊，它只有在那个呼吸比较喘的时候会有声音，跟一些特别的时候会有声音。来，我在讲什么？还是好了没？好啦，我在等你们呢、啊。我在玩猫哎、欸。暗影。哎，怎么知道60块？哦，60块对。你还剩多少？60块。好了，休息休息。好啦，感谢各位机管收看啊！不行，我真的12点前没办法开台，好累哦，状况好差。明天。没有，我就没有参加 Amigo 了啦，因为他说玩躲猫猫玩到三 D 晕还是怎样的，没有、欸、我昨晚也在逼自己不要在这时间睡啊，要睡晚一点再睡，睡到天亮还怎样？啊，我是怕说明天玩躲猫猫，然后。三 D 晕，然后在那边吐，还是最后变怎样的？啊，好啦，感谢各位啦，大家晚安啦。啊，晚安晚安。我、哦、最近好懒得带哦。好啦，就直接关喽，大家晚安。